既然你哋个个咁想受罚，我会接受你哋嘅意见。我而家宣布，不做骑士，不做骑士，为我做事，为我做事，不做骑士，不做骑士，为我做事，不做骑士，不做骑士，为我做事。错就系咩事？喂，爹哋，路易斯。为我做事，不做骑士，不做骑士，为我做事。你哋识唔识中文噶？会议室，你哋知唔知我哋喺里面开紧会？我知啊。咁仲嘈乜嘢？我哋系嚟声援不老骑士嘅，因为我哋想俾学校知道，其实我哋都有参与过。如果我哋冇食嘅话，不老骑士都唔会违规。咁你意思系咪即系想我罚埋你哋啊？立即散开，否则一人一个大过。阿 Sir， 唔好下下都讲记大过啦。大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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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过。你哋根本就冇正视过个问题。Emily 个问题就系你哋支持嗰啲犯规嘅学生。梁 Sir， 你到底知唔知个问题喺边啊？你真系教阿 Sir 做嘢。我再讲多最后一次。立即散开，否则记大过兼见家长。是不是要见家长啊？妈咪，为什么你在这里？刘太太，你来得啱了。你的仔带埋啲同学咧嚟呢度示威，喺度捣乱学校秩序。做乜举晒手啊？元气弹啊嘛。是咧，两 Sir， 听讲而家里面纪律聆讯紧，我想入去听听。學校聆訊咧係學校內部嘅事，我諗就同家教會冇關係。如果我係都要入去講幾句，唔知兩 Sir 你係咪諗住連我都罰埋咧？哎呀！不老騎士，不老騎士，不老騎士，為我做事，為我做事，不老騎士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